人的好运气从哪里来？一，从好身体来。拥有一个好身体不等于拥有一切，但失去了好身体将会失去一切。二，从好心眼儿来。人存好心，善良为本，慈善胸怀，厚德宽仁。三，从好脾气来。遇事冷静，思诚而行，少发脾气，生活会更融洽。四，从好情绪来。相由心生，尊敬别人，微笑总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五，从好言语来。要记得与人为善，和颜悦色，和气生财，好运常在。六，从好关系来。好运其实是一种能力，愿你拥有好运气，愿你一生幸福，一生快乐。